大家好，朋友们，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是2020年的10月28号，周三，现在是早晨的17点，错，没有那个十啊，7点45分。给大家聊聊百家姓啊，聊聊美国的百家姓啊。中国的百家姓呢，有赵、钱、孙、李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赵、钱、孙、李不是人最多，是因为宋朝编的百家姓哈。宋朝的皇上姓赵，是吧？钱是钱叔王、钱塘王哈，在杭州的王啊。孙李可能都是跟皇上结亲的啊。这中国讲这个啊，高低贵贱、长幼尊卑啊，中国讲这个远近亲疏。美国啊，咱们去看看美国的百家姓。以这个10年前的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啊，全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姓史密斯 （Smith），S M I S T 是吧？Smith 多少人呢？244.2万人姓史密斯。第二及第三是约翰逊 （Johnson），还有威廉姆斯 （Williams） 是吧？那么看看啊。现在有一个啊，叫史密斯的比较有名的，有一个叫威尔·史密斯的一个黑人明星，是吧？他是在电影叫《绝地战警三》里边演男主角啊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统计数据，2010年人口普查时，全美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啊，他这标准比较低，他毕竟人口少啊。全美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姓氏一共有16万2253个，其中这个超过一百万的、超过100万人的有11个，包括啊，第一大姓史密斯 （Smith），244.2977万人；第二约翰逊 （Johnson），193.2812万人，当然这里边很多黑人啊，没有西方的这个姓儿，在他们的祖先，在这个作为黑奴来美洲大陆的时候，后来是白人奴隶主他们的主人给他们的姓啊。第三，威廉姆斯，然后有162.5252万人。第四是布朗 （Brown），布朗也当棕色讲，或者是棕熊，是吧？布朗是143.7026万，好像有一任的国防部的部长是卡特时期还是谁呀？是姓这个姓啊，143.7026万，7026人。好像国防部部长有叫布朗的，有叫什么麦克纳马拉的，是吧？第五叫琼斯 （Jones），142.5470万。好像美国女排有个叫琼斯的，还有一个叫人民圣殿教，是吧？弄了一帮人跑到南美洲圭亚那吧自杀去的，那个教主叫琼斯，好像。第六叫加西亚，叫 Gracia 啊，加西亚116.6120万人，叫加西亚的我怀疑是西班牙人，可能这个加西亚，我猜啊，加西亚，你看南美洲。南美洲秘鲁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，就叫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是吧？这个词，这个名儿是一个西班牙名儿。另外，西班牙有个地区叫加利西亚 （Galicia），在西班牙的最西北角上，这个挨着大西洋，挨着这个比斯开湾，离葡萄牙也不远。我怀疑啊，现在没有证据。第七叫 Miller，米勒，Miller。叫 Miller 的人也挺多的，在美国116万多人。第八叫戴维斯 （Davis），戴维斯就是大卫，就是圣经里边的大卫，戴维斯 （Davis）。这个在古兰经里边就不叫大卫了，叫达乌德。第九罗德里格斯啊，这个名字不用看，这个有109万啊，戴维斯有111万。罗德里格斯绝对西班牙人的名字，西班牙后裔，在我们这儿西班牙很多叫这名儿的老外。罗德里格斯，第十
马丁内斯106万。马丁内斯，我就认识一个叫马丁内斯的，就在巴塞罗那，一个本地人。第十一叫霍尔南德斯，这个也基本上是西班牙的名字，104万。超过100万的啊，有11个姓，合计加一块儿是1434万人。以这个2010年全美人口3.08亿计算，占当时人口的4.6%。在历任总统中，属于这11个大姓的只有2个人，而且都姓的是约翰逊，是第17任总统安德鲁·约翰逊以及第36任总统林登·约翰逊。对于华人来说，美国人姓氏中比较耳熟能详的有威尔逊、托马斯、威尔森、托马斯、泰勒、利、安德森、杰克逊、汤普森、很多是大明星嘛，杰克逊啊、汤普森啊，是吧？迈克尔·杰克逊，有些是体育明星，有些是唱歌的、演电影的啊，克拉克啊，克拉克将军啊，罗宾逊啊，罗伯森啊，亚当斯，亚当斯就是 Adams， 就是亚当，亚当斯就是亚当啊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 ，Louis 啊 ，Louis 啊，菲利普，菲利普是菲律宾的。菲律宾这国名就是菲利普，就是西班牙一个王子的名字。摩根啊，摩根啊，大通摩根，曼哈顿是吧？大的投资银行 James 啊，英国的国王也叫 James， 爱德华兹 Edwards 啊，亚历山大 Alexander， 福特 Ford 等。这也都是美国的前100大姓，中国是，那么他这个我看看啊，他的前11大姓才占了美国人口的 4.6%， 那他这个姓氏的集中度远远不如中国，尤其不如中国的汉族。你看啊，中国前7大姓是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、赵，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、赵。后边的什么吴、黄、马、郭、周，大概是这些啊。然后呢，中国的姓氏的那个大姓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美国，前3大姓李、王、张，大概每个姓都有9000万到1亿，这3根姓加一块差不多就有3亿。然后3亿就占了中国人口快1/4了，就起码是不到1/4，也得占到了22%左右，是吧？1/5是肯定有了，那再加上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、赵，你看光这第5大的陈姓就有5000多万，就比西班牙人口还多。西班牙人口只有4700万到5000万之间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么一算，你就把第4到第7你都算成5000万，是吧？这又2亿，加上那之前的李、王、张。那么前7大姓李、王、张、刘、陈、杨、赵就有至少5亿的人口，是吧？5亿，14亿啊，每1亿是7%，7%那你乘以5，35%，1/3还多，是吧？这给大家聊聊啊，中美两国的姓氏啊，简单的聊一聊啊，谢谢大家了啊，非常感谢 ，muchas gracias，amigo amiga。